很多新的工友问我这个无价要怎么单手上蛋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。首先手上抓8到10粒珠子，新手抓4-5粒，顺势推一个出来，顶在这里，扣到这个皮包里面，把手压住，转放出来，然后皮筋对称分开来，顺势激发出去，前推后拉，前面的手要甩出去，后面的手要向后拉回来，前推后拉，好，再顺势一个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？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是一颗不安的子弹，拼得一身伤，只为拒绝平凡，再多的阻碍都拼命射穿，一杯酒，一支烟，一温暖。也许有一天，他会来到我身边，为我擦干。你我抱个气球。毛毛饼。不管他，反正他们喜欢就完事了。